花莲县秀林国中的学生去爬基来山，昨因为崩山，三学生受伤严重。直升机透早去救人，加这拢无性命危险。拜六礼拜天气会正烧热，南部会到30度，也唔过后礼拜又个方面加冷空气会个变寒，拜三拜四恐惊只有10度。今仔是洛西亚总统大选投票的第二天，有民众向投票所掀起有大抗议，反对派嘛呼吁民众投废票来抵制普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日公视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花莲县的秀林国中办爬基来山的活动哦。昨因为崩山，有四个学生囡仔受伤，其中有三个学生较严重。不过因为山区的天气无介好，直升机今仔透早才有法度出动去救人，嘛已经把学生囡仔送去病院治疗，加在是拢无性命危险。计共是有四个学生受伤，其中有三个较严重。搜救团队哦，透暝上山去抢救，嘛申请空乘乌鹰直升机去救援。早起嘛已经把三个学生载去病院了。其他的老师跟学生囡仔嘛照原本的行程，今仔会落山。再来看今仔西部空气扩散的条件较歹哦，北中南有真侪空气品质测站，是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冒是提醒。中南部有测站，甚至是红色的警示，空气品质无好。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拜六礼拜哦天气是袂歹，南部上悬会到30度，也毋过后礼拜一大陆冷气团落南，温度上低哦恐惊只有10度。晚风的大楼嵌在一片瀑布当中，能见度无啥好。礼拜六下早呀，全台湾位台北到屏东，未少七站来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冒式提醒。中华分林加鸡毛七站已经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色警示，主要是受到气候条件歹的影响，不良物开始累积。风速弱的情况下，再加上那个垂直困难条件不好，那整个西半部你可以看到，从北部其实到这个南部，其实PM2.5都比较高。环境部表示，这波空污也方便会当在19号礼拜一变好。天气方面，春天气温变化大，礼拜日日时气温回升，北部高温会当来到25度，南部更加逼近30度。不过到礼拜日下暗，方面开始接近。礼拜一大陆冷气团南下，全台湾拢会感受到温度下降。礼拜二透早降温上明显。礼拜一的温度稍微的略降下来，最冷的时候是在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的一个清晨，可以看到北部的气温会降到大概14度左右，南部的低温可能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离雨量方面，今仔明仔载两天偏少，台中153毫，到礼拜日下暗方面接近，也方面落雨增加。接下来有华南分雨区通过，落雨情形会一直到后礼拜二。气象署嘛提醒，今仔明仔载两天，今仔地区会大雨，提醒民众多多注意航班的资讯。记者林俊梅、曾志祥台北报道。来看台中有一间饭店，之前有一个人客讲伊是英国来的医生，阁有美国的居留证。饭店感觉怪怪，就通报警察。警察一查，阁发现讲这个人有毒品哦。另外，最近又阁有民众的退休金，险啊，互国外爱情的骗子骗去。警方甲碰床掀开，发现下骹藏有4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还阁有2组速毒的工具。饭店房客罗姓男子瞬间无话讲。这是什么那他也坦承使用伪造居留证来入住。那办理过程，哦，那也发现哦，罗兰持有毒品哦及安非他命吸食器。啊，全案讯后哦，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因为他是在国外当兵，他已经退休，然后他又有去
无人应这样子。四十岁女性女主到银行买汇款80000元，和一名为社群软体熟悉、自称美籍退休军官，对方传送一篇受伤的相片来取得信任，还佫讲要把退休金存伫个保险箱寄来台湾，需要伊协助支付运费和货运公司。行员佮警方是不断扣劝，表明是典型的异国恋诈骗。称已将退休金装入保险箱，请女民支付80000元国际运费，并传送多张英勇受伤照片取信女民。员警到场后努力解释，使让女民知悉为诈骗。经过检视对话内容，发现对方的字体是简体字，而且故意不清。陆陆经过提醒了才清醒，而且封锁诈骗的信息。警方是呼吁千万唔通轻信网络交友，以免钱包被骗了了。记者台中报道。中共解放军的动作也是够足多，国防部公布查到中共的军机6架次，军舰8架，阁有一架空飘气球在台海附近活动。国防部嘛暗算讲，今年底进前会整合现在的反舰飞弹部队，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现在的反舰飞弹部队海防大队，未来改编作北中南东打击群。这应该就是那个吧？之前电视一直报那种很神秘的那种海风大队吧？海军海风大队反舰飞弹车，这两礼拜连续和平常看到出现在台中市区，一个对海边升起飞弹发射架啊引起关心。这么为有效反制强军的威胁，国防部正式海军未来要整合这卖安置反舰飞弹部队，成立中将指挥官边疆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海防大队未来会改编作北中南东的打击群。滨海作战指挥部是有固定阵地、有机动阵地，它在全岛都可以部署。也就是说，我对抗抵抗外侮，并不是完全来自台海的西岸，你从东边过来，我有能力抗拒。它是一个战略性的部署。滨海作战指挥部按算在今年底成立，会以反舰飞弹部队、滨海作战部队做两大主力，配备雄风系列反舰飞弹加美制暗地机车反舰飞弹，各用那边进化快速步雷艇、光华6号飞弹快艇等，希望建立台海周边的中程度、精准的制海战略。派以及还有就是近岸的这个飞弹快艇。形成长短互配，如此可以更有效的反制中共的登陆，在战略上也可以形成对巴士海峡还有宫古海峡封锁。国军前线威胁进行部署，因为强军依然一直扰台。国防部昨日公布查到6架次的强机，强舰有8架在台海周边活动，阁有一架空飘气球，在台中西南有69海里。国军表示，运用任务机舰加暗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应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甲马祖附近的海域，连续两天拢有中国渔船的船员下落海，两岸嘛做伙抢救。也毋过，中国福建的海警长佮出动舰队展开执法巡查，进入南国的禁止限制的水域，佮强调讲，这危害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中国渔民的安全。南国海巡署是表示讲，有专程监控，冒用广播驱离。金门马祖周边海域连续两天有中国渔船的船员落入海，两岸启动协同搜救合作，规模在找人时阵，中国福建海警十五，阁用停舰编队的方式展开执法巡查，航行进入金门南边的海域的，咱的禁止限制水域，阁第一摆抛出地图，显示海警船最近伫金门3海里差不多5.5公里的所在行动。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记者阁对准在翕图的过程。我正跟随福建海警编队的山洲舰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在我舰左舷的不远处就是金门本岛。海巡署回应15:20，金门顺风区按照雷达发现中国海警船集结，马上通报金门海巡队。不过因为海巡队依然在执行搜救任务，另外调派顺风船去盘航公布区域。四艘中国海警船于金门西南方海域航入金门禁限制水域，海巡艇全程严密伴航，广播驱离与监控，至中国海警船航出禁限制水域。
中国快艇伫金门海峡并存的事故已经满一个月，中国国台办阁点名批评民进党政府，阁表示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立委会无进一步的回应，暗过平面媒体报道，知情官员认为两岸官方进行谈判难度真高，以前双方针对特定议题由政府主导、民间协助的模式已经有真侪年，建议用这种方式来化解这个问题。我想台湾从来没有拒绝对话，台湾也不反对谈判来解决纷争，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台湾的主权跟台湾的公权力不可以是谈判的标的，死者的遗体的处理以及相关程序事项的处理，这可以进行相关的谈判。国民党金门立委陈菊珍表示，应该考虑透过两岸红十字会处理后续的问题。民进党立委王定武是强调，牵涉人道定数这内容应协商，暗国民侵犯到咱的政府公权力的行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的第二天，总统普京站在家己的办公室线顶投票，也唔过俄罗斯各地投票所是真无平静。有民众掀起有大抗议，反对派是呼吁民众投废票来抵制普京。透过监视器画面，一名女子真紧向建筑物弹汽油弹，走廊随着火烧起来。目前俄罗斯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第二大城圣彼得堡十五一间投票所被民众攻击，警方随即逮捕一名女子。虽然投票所表示选务工作无受影响，但过这并不是这次大选唯一的攻击事件。刚一天较早，莫斯科也传出有胡林人放火，想要烧掉投票所，也阁有人向投票箱倒不明液体，想要扰乱选举投票。即摆俄罗斯总统大选，被看作是一场无公平选举，官方监控大部分的媒体甲宣传管道，管制言论阁打压异议分子。现任总统普京会当讲确定前进，为着表达不满，除了有民众家己攻击投票所，反对派人士也号召选民毁损家己的选票，用废票来减少普京的得票数。Allies of Alexei Navalny called on supporters to gather at polling stations at noon on Sunday in protest. The prosecutor's office in Moscow has repeatedly warned voters against unauthorized rallies threatening legal action. But how many people will actually take part remains to be seen. 就在选举进行的同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十五被俄罗斯的军队空袭，造成十六个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包括赶去现场急救的医护人员。奥德萨是乌克兰上大的港口之一，这几礼拜一直被俄罗斯的军队轰炸，真多基础设施都安尼毁损。那拜五的这场空袭，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当地上严重的攻击之一。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来看又够有囡仔防虐待哦。在苗栗头份，有家长指控讲，因只九个月大的囡仔亲像被尼莫杀，造成这个囡仔头壳受伤。尼莫是讲伊唔是故意的。苗栗县社会处初步了解哦，应该唔是虐待，也唔过动作是伤过粗鲁，会来调监视器进一步来了解。这九个月大查甫囡仔，伫椅仔脚白咧白咧。坐伫椅仔顶咧无用的摇肩舞，雄雄出手，把椅仔按椅仔脚拖出来，搁把伊按边仔扯出去。你这个会不会太恐怖？因为那个后面我没看到，我怕他跑进去。但是你有必要这么大力吗？他转了一整圈，然后你也把他丢完之后，你就做自己的事情。连走路都袂在，查甫囡可以扯一个，伫涂骹扯半道，头壳嘛震起来。苗栗县头份区这个王小姐透过远端监视，发现家己囡仔竟然安尼去用粗鲁对待。头壳唔能正起来，佫有侧伤。老师用棉被盖住小孩子的头，然后一下子我儿子就打开了。可是过没多久之后，我儿子又爬到他的椅子下面，他就这样一推，就把他推飞了。我们已经有回报，然后关于那一段的影片档，我们已经先提供给社会处了。统一中心讲，这老师工作认真，推测唔是挑故意，嘛甲监视器甲相关的影片交社会处，嘛你管社会处初步了解。有监护的行为，也无算是过度的行为。各老师照顾的这个方式啊，我们是觉得可能有待加强啊，因为不够仔细，也不够体贴。那另外，孩子在他这个各项需求上，这个托育人员是不是有适当的满足？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苗栗县社会处表示讲，托育中心目前的经营者是去年才接手经营，
目前有收33个幼婴，还有7个托育人员，比例上有符合规定。不过除了教育相关监视影像，也含社工去稽查，来调查清楚敢有其他的不同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三月国中先开始考私立国中哦，因为今年是两年，佮加上教育制度的改变，所以报名的人数是真多。以台北市的延平中学佮美国中学来看，过去一冬大约拢2500个人报名，今年是有3800个人来报名。双北地区私立国中的立学考试，台北市延平中学最后进行。真透早，家长甲考生伫咧校门口咧等，因为考生伤过多，学校各向今后路中来借考场。至少不是悬殊太大。那以对以后来讲，私校的要求比较高，我觉得小孩子因为成长期，我希望严格一点的学校对他比较有帮助。因为我的小朋友是比较需要，就是人家很明确给他的方向这样子，那他就是。你有给他方向，他都会照着做，这样，所以我认为他比较适合私校。大部分的家长讲，私校生活管理甲校园安全较严格，课业老师嘛会看。若是未来直升高中部面对一控被扣工，唔免伤过操心。也唔过今年是龙年，无想过甲过去同款，招495人，煞有3800人来报考，比去年加要挖1000人，录取率13%。先考第二所，我自己也是蛮想念的。那你会觉得有压力吗？有一点点，因为毕竟没有考上，还是会被爸妈念一下。也有中部的家长带囡仔来考试，有家长认为中部的私立国中去年开始用多元入学，看小学5年、6年的课业，又要看其他表现，质疑标准无确定，压力搁较大。你要准备5张考卷，你还要去参加有的没的额外时间，大家都拼。全民英检很多都中高级毕业，所以还是要恢复考试比较好。私立国中更加受欢迎，教育部表示是尊重家长教育选择权。那是有人认为新北市校园命案了后，和部分家长对公立学校无信心，才去读私立学校。教育部回应会继续来帮忙公立学校办下增加辅导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风台哦，台东县有上100万丛的树啊倒去，台东市政府按算要送10多万丛的树栽，把树啊搁种回来。今年嘛特别选一挂本土的树啊来送。去年九月海葵风台登陆台东东海岸，老树会当讲全部倒了了，山区的树啊也倒甲规大片，数量无法度抓算。强调上水的台东市森林公园园区大大细细树啊，也吹倒9万丛，防止其拢是过去种挂来种树，才较会防吹倒。这个月是种树啊，在三拉广富家林博士台东分署都伫台东市森林公园为重新种本土树种。我们一起种树。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生态造林，它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够适合不同的野生动物或者是植物的环境去营造它的栖地。那今年的话，我们就会选择说以台东原生种，而且比较适合在地的一些整个天气的气候的一些树种。今年台东县政府准备3000丛的树栽送给民众，有琼崖海棠、琼崖树、矮仙丹等等，希望民众会当将本土树种种倒倒来。要不过有一挂树无适合盆栽，民众打算种伫田底绿化。刚好种在我田的旁边，做绿植带啦，绿化带。去年洪灾了后，管护家林博士台东分署已经伫台东保证9万丛的树栽。今年佫透过送树栽，希望会当赶紧恢复台东好山好水的面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信兄弟42岁球星周书哲，暂时暂不敢宣布讲，这个球季结束，伊特别退休了。周书哲是讲哦，一个差2届的倒垒，得当来完成100届倒垒的纪录，所以望讲退休进程会当来完成这个目标。我被这么多球迷爱戴，我觉得我好好跟球迷说。好好跟球迷说再见。三个引退，告别百万球迷，周书哲真感慨，几啊摆流目屎。一位生态 corporate 起步，点过米迪亚爆量，兄弟唱过到中信兄弟，出赛1738场，1801粒安打，144红不浪，生涯打击率3.7%，98次盗垒成功，2000安百轰百度目标，只差2次盗垒。两次的这次盗垒，我想要完成。因为能够达成千安百轰百盗的选手，在中华职棒才8个。
周淑姐讲，来达完成霸道记录，今年目前只有八人会请安霸红霸道俱乐部，在六号球赛也才有资格同齐引退。伊见证过台北市立棒球场历史，也真唔忙引退仪式会当伫台北大巨蛋办理。我如果可以在大巨蛋退休的话，我会想讲一些过去台北市立棒球场的故事。台北棒球场一直到现在，那个水泥地一直变到现在，有椅子，有人工草皮，然后也没有臭水垢味。中信兄弟领队刘志辉表示，球团正在向阮雄积极争取最后一礼拜例行赛会当伫大巨蛋进行。那周淑姐表明退休了后唔做教练，对行政管理较有兴趣。刘志辉讲，球团一直认为周淑姐思维较宏观，有潜力个能力，会可以空间个时间看作重点人才培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第三届试射无人的太空飞行器，也是世界上最强的火箭“神鹰”。这届飞行的距离是比前两届拢愈远，也唔过伫个飞返来地球的时，却失去联络。SpaceX 公司的初次在试验火箭系统，发出正大声声音了，慢慢升级哩。离开发射台了，飞向太空，这边关键的起飞，对以后的登陆月球跟太空任务正重要。At this point, we've already passed through max Q, that maximum dynamic pressure, and passing supersonic, so we're now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sound, getting those onboard views from the ship cameras.过两分四十四秒，下半部的推进器加顶半部的太空船准时分离，飞过大西洋加非洲南部，对比较200公里高的天顶，传回地球的影像。这边的任务是第一级的超级重型推进器，33具引擎引擎全部拢启动。第二级的飞行器所有的6具引擎加太空船送入去轨道，不过飞去了1点钟了，太空船才失去联络。Has been lost. So no splashdown today, but again, just it's incredible to see how much further we got this time around. 恭喜世界上上强大火箭试验，在去年4月跟11月有执行过2遍试射，结果变拢伫咧空中爆炸解体。SpaceX 对这2遍经验学习并且修正，伫咧第3遍的试射，又搁想要试新的目标。前两遍试射目标是计划太空船落来时阵，落伫咧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原来这边原本是按算要落伫咧印度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禽流感冒伫全球的传播，即卖现正偏远的南极大陆附近的小岛，嘛出现讲有喂着病企鹅。专家是警告讲，企鹅的生活是非常的接近，这恐惊会造成禽流感冒喂甲真紧。企鹅因滚滚的粪鼠看到是真古锥，不过今年2月底，西班牙研究人员在南极洲附近的南极半岛，我阿根廷科学研究基地发现2只死去的企鹅，有 H5R 型禽流感的病毒。顶日了，地理科学家搁在国王企鹅甲巴布亚企鹅染到 H5N1 流感病毒。专家警告，因为企鹅生活的范围是真接近，恐惊会致使禽流感传了真紧。Detectando 9 casos positivos en pingüino de Adelia, por primera vez reportados para esta especie, y una en cormorán antártico. 南极大陆附近的南交地亚岛海岸，附近的野生动物集中的程度是真高。除了企鹅，还有海鹅和海豹。专家说，禽流感若是在全岛摊开，死亡率恐惊会真高，还会引起全球保育的危机。Estamos hablando de que existe un riesgo muy preocupante entre la comunidad científica, ya que existen especies en peligro de extinción, tales como los pingüinos emperadores. 因为企鹅在繁殖期之前会拢先组织做伙，再佫利用白色物或者是氧气，方便后日来生卵。不过，这嘛有可能互无共鸟类之间互相消化。专家认为讲，南极禽流感的病毒。应该是由 NO 和海鸥等等的海鸟为其他所在飞去南极大陆，爱持续监视物种和族群的变化。目前南极水域附近有真侪船来协助监督，而且严格管制南极出入的人员。公司新闻新六八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高24度。
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高26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高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